我是诺亚，我是伊雅，欢迎来到伊雅的麦块原味生存奇葩生存系列的第十集。那我今天呢，其实我有没有看到坐标已经在4000多？这只是我私底下那个时候，我上一集就说我不是都没有找到那些东西嘛，就例如什么丛林地形啊、硬化粘土地形跟冰雪地形。然后我就想说算了，那至少让我知道中介祭坛会离我家多远。然后我就用了就是创造，用作弊神器就拿了这个。中介之眼，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去找一下，就不管怎样，还是距离很远哦。你看我现在丢，它往上飞得非常高，等一下，我需要奇葩飞行一下，咦，怎么这样子？等一下，玩家，对啊，你看，就是还是飞得很高，而且还非常的远。然后我就后来飞飞飞飞飞飞，然后来到这边，然后在我高空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从高空看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。我想说是羊吗？可是不对啊，它尾巴高高的，就是狼。然后就很开心，然后刚好身上骨头有，然后就给它拿来就是驯化，所以就刚好。本来是想要继续那个啊，可是把狗放在这，把狼放在这边有点可怜。就说着说着又一只。哇哇哇！总算在这个地方，再次遇到了，就是遇到了我想遇到的动物。不要跑！抱歉抱歉抱歉，你把它打死了！对，他把它打死了，好想哭哦。我的狼竟然好不容易遇到，就他就把他打死了，我想哭，那我把你杀。好啦，你也是为了保护我啦。算了，我们去看，不会再遇到吧？奇怪，那为什么血之区旁边有就是那个什么了？桦木林？不是，这是那个什么啦？杉木林。可是为什么我就是遇不到狼呢？难道是那个地形判定有点就是过多吗？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打那个叫什么了？我们要来找那个橡木，杉木的树苗。那我们今天这集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这集就是沿路就是慢慢回家，因为我要把这只狗运回去。这只狼啊，一直讲错，因为麦块世界没有狗，只有狼，那我要把它运回去。然后就是我要飞行得非常慢，而且我这集应该都会使用奇葩飞行，然后也是就跟大家慢慢聊天吧。因为我刚花了一点时间在那边慢慢飞，就这里有2只狼我要小心一点，只是因为现在有点卡顿，然后很害怕它又打到它。我的狼狼在哪里？我的狼狼没有跟上我，没关系，它没有跟上也算是一件好事。只是，过来，来你也是，过来，这样以后我知道我的腐肉要给谁吃了，就是给你们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去刚才找那只狼狼。什么的狼不见了呢？我开一个夜视效果好了。我们等一下会遇到一个东西，也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讲说，就是我就是很难找到，就没想到我现在那个位置啊，就是住的位置的后面的海洋。就是从这边出发，那竟然有我想要找的东西，就是海底遗迹。那我们要再飞到3200的位置，就可以看到了。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卡。大海让他们过不来他们会渡海吗？
不要飞那么快好了。他去用命名牌帮你们命名名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去找你们大哥朗朗。这样会太快吗？真是的，你们这些。你们三个都给我先在这边。你们三个先在这边给我坐好，不要乱跑。就是。我已经不知道谁是朗朗了。好啦，就是你啦，你这边一直到处乱跑，你就一定是那个刚才被遗忘在那个的。你干嘛啦？你是说你刚才是你现在在跟我生气，说我把你丢在那边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喂，他们都做好之后，我觉得就比较安定了。我可以，画面又卡了，画面又卡了，不。好，他们都做好了，我看一下，对，做的非常的朝海的位置。好，那他们做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。我记得这里有啊，3170的位置，有看到一个，有，真的有。你看这里。跟刚才3300那个位置，所以是这个位置的两侧有两个海底遗迹耶！哇，两个海底遗迹，太嗨了吧！好，那我们到时候就再来攻略吧。只是呢，攻略的过程攻略的集数可能会放在很后面哦，因为我们先把我们该要的建设先做好再说吧。而且攻略海底遗迹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海绵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到时候就要去，先去偷海绵吧。我怕我去偷海绵的过程就已经攻略了一半了，因为他们打我，他就会，就是，等于就是，他们自己死掉嘛。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扣到小血，因为我的神装的刺甲是非常痛的，所以会变得感觉没有冒险感觉。好啦，我到时候再考虑要不要拿掉了，然后去偷海绵。好，那我们就先。把狗狗先运，狼先运回家好了。走了回家喽。好，耶，总算要到家了。你知道这段路程，我非常安静的走，因为我有点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走到哪里了。然后我就这样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差点掉到下面的洞，然后就还就是打给你们看一个东西。你们会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他会跟着我？就是苦力怕，他就是那个移动宝箱的 skin 没有了，可是他的功能竟然是还在的。而且你知道要用什么东西来驯服他吗？就是驯化他，是要用染料，不管是骨粉还是什么花的染料都一样，就是你用染料就可以驯服他。狗狗会死掉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这一集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拜拜。然后今天这一集可能就是非常快又非常无聊。我发现我剪接手法就是这样，非常无聊，你知道吗？
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集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因为刚好遇到有狼，这是也算是一个突发状况。然后我把他们的颜色都给他染过了，那红色就是我们的大哥狼狼。那其他呢，我还会再重新取名字啦，可能叫月狼或红狼吧。那我们就今天这一集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，等一下我把雨水关掉。好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在两只苦力怕跟三只狼的过程中跟大家说拜拜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下一集我们就要来用我们的伐木场。那今天这一集如果真的你们看得很无聊的话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在这跟大家说拜拜拜拜。